朋友推荐的吗？随便你写咯。其实应该选五点的，五点也夕阳，可是我们选三点就没夕阳了，只是还要在上面多待两个小时，不知道可不可以选。哇，我们现在要登上去了。现在往最高处爬了。哇塞！拍了没有？拍小火车，小火车，小火车。真的，小火车。哇，老公，你的那个观察力真的很好。真蠢的。来，我看一下，拍下我老公在填表格。那超我。没有拍照嘞，录影。那超我。哇，我们现在到最高峰了。哇，我们跟云同天了耶。现在回程都看不到人，因为大家现在都在上面，没有人还没回程。是否使用特定网站？